guess you were lost when I met you. Still there were tears in your eyes, so out of touch. And I knew no more than mysteries and lies. There you are, wild and free, reaching out like you needed me. A helping hand to make it right. I am holding you all through the night. I'll be the one.正义使者挟持人质的，哎呀！你让我过！哎呀，大军打他，不要打了，不要打了！爸，这玉哥一路拿回我的裙子了。一路，妖怪肥肥老太婆终于出现了。什么肥肥老太婆啊？哈，快点拿来呀你！你竟敢如此对待正义使者一路大人，哎呦，好啊，我真的要生气了你！你居然敢这样对待正义使者！啊，恶洛，你也惨遭正义使者的毒手啊！哎呀，真的只有你最安静啦。爷爷跟你在一起就感到轻松。糟了，这不是德子的运动裤吗？把他杀了算了，你为什么会生出那种小孩？不要说了，快点把饭吃一吃，要不然上学要迟到了。生的人要负责，把事情做个了断。德子，你这什么话呀？怎么会有人说这种话呢？老爸不喜欢哦。拜托，现在才起床，也不搞清楚状况，就说这么重的话。德子，不要放在心上啊，快吃饭。哼，讨孙子欢心，真是不要脸。不要说了，老公。德子，你看呐，裙子烫好啦。怎么啦？你是不是肚子痛啊，德子？裙子还是好怪哦，我不想去学校。啊，哪里怪啦？已经给你都看过了嘞。德子很好看哦，这制服很合你的身呢。很可爱呢。Good，good。路上小心的哦。没问题的，德子，再见啦。要小心车子哦。再见，小心慢走呢，德子。看那个样子啊，大有问题。啊？什么？从哪里来的？不知道啊，好像是南部哦。啊，好帅啊！打杂安静，请你先自我介绍。是，我叫横沟仁志，因为父亲工作的关系，才会转到这个学校来的。哎，那个男孩子是德子喜欢的型吧？长得还不错哟，请各位多多指教。怎么会这样？真是帅毙了！开怀大笑的横沟，有些害羞的横沟，横沟的侧影，真讨厌！横沟的一切都那么令人心动。
恒沟同学。花田德子。老师，你发什么呆啊？对不起老师，上个礼拜要大家交的作文大家都写得非常的好，尤其呢是花田写得最好啊，一点都不娇柔造作，非常有趣的文章啊。啊，花田，你到台上来念给大家听。你这是什么？非常的任高点。我子加油。来，大声的念出来。偏偏要我念这篇作文，真想死了算了。我的弟弟一年一班花田德子，我的弟弟无法无天，根本不听别人的话，因为老师爱恶作剧，总是气得我咬牙切齿。我家之所以没有电视，也是因为我弟弟用棒球棒打坏电视机。这个弟弟因为被货车撞了，差点就一命呜呼，可是他只花一天就康复，货车司机却伤痕累累。我觉得应该是说那辆货车被我弟撞坏了。讨厌，被取笑了啦。因为这样，所以我弟弟宣称他可以看得见幽灵。因为厕所出现幽灵，所以掉进茅坑。每次都把坏事推到幽灵身上。邻居都说他剃掉的头发之所以一直长不出来，那都是因为受到某种诅咒的缘故。没希望了啦。你怎么这么说呢？应该要比别人先采取行动才对啊。好了，你不要安慰我。我是说真的啦，当大家笑成一团的时候，就恒沟一个人认真的在听哦。一定是因为听到你被那个可恶的老弟害得有多惨，所以他有一点动情了哟。恒沟同学，老师怎么一口气把书全部给你啊？来，拿去，都在这里。谢谢你，花田同学。那么，再见了。为了明天的再会，不得不短暂别离。这是，恒沟同学。没关系啦，那个我有啊，我借你就好了。明天再说吧。不够同学。Thank you， 花田同学，太好了，他记住你的名字了。真的好帅哦。德子啊，帮忙准备晚餐了啊。回到家就一直讲那件事，真是受不了你。这又有什么关系啊？恒沟是我的初恋哎。我是恒沟水沟。真是太好了，德子好高兴哦，我好喜欢水沟哦。林杰洛，不要闹了。我是恒沟水沟。我觉得你污蔑我的恒沟。不成，你爸爸正快乐地喝着酒呢。哦，原来就是中间的这个男生啊。哪个哪个也给我看一下。我也要看。不，你不准看。普普通通嘛，不过啊，很难有人可以赢得过我。哪个啊，给我看看嘛。一路，你不准看。真的耶，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嘛。哎，小鬼头，你知道我是谁吗？
终于让我找到你了，亲爱的伙伴。这家伙是幽灵呢、啊、你胡说什么，张着大口笑呢，太过分了啦，你想找我的恒公的麻烦。什么嘛，又是幽灵，你烦不烦呐？恒公同学刚刚真的笑了，可疑。哎，臭水沟幽灵，是幽灵的话就应该听得见，快点回答我。嗨，伙伴。你这个死幽灵。很抱歉，我才不是幽灵那种不入流的东西。那你是什么？我啊，人称天血鬼。天血鬼？天血鬼是什么？是鬼还是恶魔嘞？差不多是那类吧。嗯，那你找我有什么事啊？真是个好问题呀、啊！其实我被关在某个地方，所以啊，要找一个能够让我自由的伙伴。嗯，那怎么会被关在照片里面呢？不是跟你说某个地方吗？这照片啊，只是个窗口而已。嗯？是那个臭水沟吧？没错。嗯，你是？刚刚不是报过名字了吗？天血鬼。嗯，你为什么会在这里啊？我是身不由己啊，因为我改变了他的命运。嗯？这个家伙本来应该生成女的。女的？没错，女的。就在13年前，这家伙的父母非常想要有一个孩子。我们天血鬼专门趁机占领人性最脆弱的地方，然后恶作剧。看着人家满脸幸福的样子，就会感到极度不爽。一如往常，我只是想稍微恶作剧一下，硬逼横沟那不会喝酒的老爸喝酒。你是说喝酒就能把女生生成男生哦？其实那天本来应该是准备制造小孩的日子，但是呢，因为恒沟的爸爸喝醉酒，延到了隔天。哎，也就是说播种的日子晚了一天。晚了一天，女的就会变男的吗？因为排卵日的关系。怎么是排卵日啊？女人每个月为了生小孩排蛋的日子。蛋和精子如果不能结合，就无法制造小孩啊。要怎么结合嘞？吵死了。总之啊，因为改变命运的恶作剧是不被允许的，所以这家伙一出生我就被关进他的体内了。被谁？我怎么知道，自然之主吧。总而言之，如果我不把这家伙的命运改回去，我就无法离开这里。所以啊，我会把你送回13年前，你得想个办法阻止我的恶作剧才行。如果他能如预定的被生成女的，那我也可以风光的离开这里了。真是的，为了找到察觉我存在的人，竟然花了13年。我才不要嘞！哎，我可是正义的使者，哎，怎么能当你这种坏蛋的同伙呢？哼，当然得等到你愿意的时候啊。怎么可能嘛，大笨蛋，你这辈子就待在那里慢慢过吧。哈哈哈哈，大师傅回来了。妈妈，我的照片不见了，恒哥的照片不见了。我明明放在枕头旁边才睡的，行一路肯定是那个家伙不
不会有错的。一路，你不要给我平反了。我哪有，真的。会说话的照片叫做天血鬼，专门恶作剧，还改变了臭水沟的命运。你又想推到幽灵的身上去啊。德德，一路还在说梦话呢。早安，花田同学。恒沟同学，早安。恒沟同学。啊？那个。什么事啊，花田同学？照片，安静！你如果再吵下去的话，老师我就要考试了。真是受不了你们！一看到一叠纸，你们就以为要考试，难道就没有人要求一下说我要考试吗？老师不知道会有多高兴。不可能的啦！怎么可能嘛！我要考试。哇！一路。嗯。哇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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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什么时候？哟，亲爱的伙伴又见面啦！从一开始就应该死掉的，怎么没想到？活该！雨露，今天真的很惊险呢，结果考了一个鸭蛋。可是幸好老师说很高兴一路你有这个心。烦死人了！肚子突然好饿哦。庄太，我们快点回家吧。啊，等等我，一路。耶，汉堡，汉堡哎，好棒哦！一路啊，你也真是的，用不着这么高兴。好啦，快坐好。没有白费，我又跑得回家，因为我最喜欢吃的就是汉堡喽。怎么了，耶洛？我最讨厌汉堡了，这种东西，这种东西是人吃的吗？你想帮我忙了吗？怎么会这样的？刚才我明明已经撕碎了。不要白费力气啦，直到你点头帮忙为止，不然接连两天或是三天，我都有办法让你吃不到晚餐。好啦，我知道了啦，我帮你就是了嘛。让你帮也可以，但你知道怎么做吗？阻止你13年前的恶作剧就好了，不是吗？没错，不要让横沟的老爸喝酒就好了。你的弱点是什么？笨蛋，你以为我会跟你说吗？总有不喜欢的东西吧。我是没有弱点的，硬要算的话是爱吧。爱是什么？少啰嗦，你听好了，
我只能把你送到13年前事发前的几个小时的现场。啊，只有几个小时？我可没有自信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成功。那你就加把劲，试到成功为止。如果不成功的话，你就再也回不来了。你将永远活在13年前的那几个小时。还行不通啊，这怎么可以？再怎么说，我可是花田家最重要的长男呢。要是不见的话，一路，你缓醒过了吗？你看，我老妈马上就来了。你就不用操这个心了。我来这里做什么？哎呀，真的是老年痴呆了。哎呦，我走了，好好干哦。你不一起去吗？我要能去，干嘛为了你这个小鬼等了13年呢？不要忘了，小鬼头，你的对手是13年前的我，可不是像现在如此狼狈的我。当年我可是意气风发、天下第一的天血鬼啊！这里就是事发的。のいたずらから横溝のおじさんを守らなきゃいけないんだけど、くそー、天の弱のやつ、何度も何度も邪魔しやがって。このままじゃ一生元の世界に戻れないよ。そういえばあいつ、愛が弱点って言ってたな。愛ってなんだ？とっとと済ませて戻ってこいよ、相棒。